你得罪我。朋友，你好好栽培你，不会只念几下关系啦。阿爸，喺呢个 moment。UK 举枪飙到自己，天之娇女大魔王全GG。三零八点档《天之娇女》即将播出大结局，最新预告中，终于轮到住在科属君身体的 Yuki 领报应。上帝就要降临了，我这上阿官。你就这样爱，这样，咱做伙去地狱，请阎罗替咱主婚，咱来做伙去死。小哥，今日你真了好心，真哩善良，安尼哦，就好我栽培你，袂只念几下关系啦。阿爸，喺呢个 moment， 阿爸，而变脸后的甄嬛丽，看来是交给张嘉良来料理啦。已经回头了，爸，好笑吗？大魔王之一的川哥 ，A.K.A. 娇女发明王，也先行送自己上路。杀！再过来，没了，两个面孔，你，绿儿，我来接你啊！火烤就在天之娇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